我真的太喜欢喧嚣这个监管者了，所以打算把喧嚣的西式时装星之王给抽出来，等我穿着星之王暴打一下徒弟。哎，不是，应该是提前让北印了解一下喧嚣的技能，方便他以后留喧嚣。哎，好师傅。来，闲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抽。先用我的小号帮你们垫一下。我了个豆啊！我底了呀！太棒了！来，有请第二位受害者。先单抽电一下。啊，不是，怎么重复了呀？哇，还好吧，才一百多个。我感觉星梦要哭了呀，感觉星梦的道心要碎了。这应该是宝典奇珍时装了，这个金光出现的时间点不太对。这原来是献祭的星梦的欧气啊。应该是要保底的，这个时间点没说出来基本上就是保底的。你人还怪好的，还给我折扣。人还怪好的。西莫要痛哭了呀，保底了呀，我的个豆啊。哎，主播你在窗户这里，你看隔着窗能打到吗？打到了呀。翻回去。那隔着墙呢，那你回头。哎，谁让你打我的？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公共浴间啊，然后这是。这是那个监控室啊，然后我直接钻门啊，钻门啊，钻门。哎，你挂吧，你这是。
这人机也太笨了，抗两就会走。哎，把那人机给我打死了！哎呀，我让人机打死了！